么地方会比那个古道更秘境啊？我觉得哇，很漂亮哎，这里真的是秘境哎，完全都没有人，太傻眼了。对，就在这里。啊？要看这边有一条路。啊？没有啊，这里哪里有路？这里哪里有路？没有啊，你这个、就是，这就只是站在这里，然后拍照的地方啊，哪里有路？没有，再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个阶梯？就在那。有哎，你是这个？这是以前绿岛观光开始发展起来所建的，那后来经历过几个台风摧残之后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它是古道。对，它是古道。它是人真的可以走的古道。当然是人走的，难道是喝的古道吗？这真的是秘境哎！这里哇塞，因为一般来这里都会被那个凉亭吸引，然后大家就骑摩托车就晃过。经过，虽然这边有个注意，这个注意应该也不是写给他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下走。对，我们这样要往下走。往下走要去哪里？我们等一下下去一个叫做仙人跌石的地方，就是往下走另外一个秘境就对了。对，另外一个秘境。哎呦，天哪！我只能说，我跟你讲，自从今年年初我进过亚马逊丛林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走过这样子的道路了。因为照理说台湾不会有这种道路啊，怎么今天出现在我面前啊？因为你在绿岛，不是在台湾本岛。那你先走。好，我跟你后面。来，那我带你去咯。好，你开路，我怕会没路。真的好苦哦。好哦。它这个阶梯都残破不堪了，它真的是。经历好多次的台风天气。它真的是有历练的古道哎。这种地方，它不用穿那么复古，可以包紧一点。我奉劝大家，下去包紧一点来。像狗一样，很恐怖。真的假的？下去，然后就在那里玩水。还多久？快到了。现在比较平了。是啊。前面等一下，左手边会有个废墟，看到那个废墟就是快到了。反正快到了嘛，已经慢慢可以听到海的声音了。我只能说，这里刚开始呢，它都是楼梯，虽然楼梯有点破，然后但你不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危险，然后这么刺激的感觉。但是后来之后，它是连楼梯都没有，它也给你登山绳，而且还有很多碎石头，所以你随时都要注意到滑倒。刚开始的楼梯只是假象，也后面真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你随时可能都会不小心就会跌到旁边，所以这真的是秘境欸，我只能这样讲，它没有很好走欸，我算是很爱冒险的人吧，它没有很好走欸。然后微博说，这里走到底之后会是另外一个秘境。啊不！果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根。这好痛，好痛！会是另外一个秘境，到底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个古道更秘境啊？我觉得哇，很棒吧？超棒的，完全没有人哎！所有来绿岛的游客都只能从上面看，在这看到下面，然后都会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地方到底要怎么来。殊不知要渡过这一段古道。天哪，这地方很棒！哦，绿岛已经很美了，但是因为观光客很多，你没有想到有这么安静的地方，就是空无一人。
这片沙滩，帮我下下陶喆的这首歌，很美。我一定要当王美，好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360度。这片沙滩风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的里的沙，看着我的家。